围哪里？围哪里？也不是围脖子呢。哎，好，来，辉哥给你看一下哈，来哈，围的时候的话呢，它一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等到这个三角形呢，我们呢就把它朝后面，哦，朝后面。好，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哇，这边呢会有一个三角形的地方，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给打起来。哦，好。好，你能出啊？对，好，好漂亮。大家变成了，来，转进去给大家看一下来。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好的，要转蛋，再倒在我身上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这样子呢，为什么呢？女孩子呢要用这个样子来，有没有人知道？网站。对，我、哦、这个宝宝，等下送我的写真集给你。好，有穿衣服都不用担心了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女生呢要做这个样子呢？会问一下大家哈、哦。女生怕不怕黑？怕。怕不怕晒黑？一定是怕晒黑的。那所以呢，女孩子呢在做耕田的时候的话呢，通常啊，她们怕自己的这个脸啊晒得太黑，于是呢，她们就会呢利用这条布，让很多的这个布呢包住她的脸。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减少阳光的曝晒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在插秧的时候，来，你稍微蹲下去一下，插秧的动作。好，在插秧的时候，这个背部这边，男生啊。会晒黑了，可是呢，女生因为这个地方啊，她也怕晒黑，脖子晒黑的不好看，所以呢，这个布呢，刚好就可以呢，保护住呢她的这个脖子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除了这个样子，女生的配备就比较多一点了哈，因为啊，我们很怕呢，怕的那个会黑掉，所以会有一个袖套哦，这个袖套，来，女生来，你自己套一下啊，这个我不好意思帮你套来了，这是一个哈。好、哦，女生呢、啊，你可以把你的袖套套起来，好、哦，好，啊、这边有一个包、哦，而且呢，这样子呢，蚊子呢也比较不会叮，好、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哈、哦，好，再来，可是呢，因为啊，女生呢、啊，小朋友会告诉你们哦，你们从妈妈的哪里出来的？肚子对不对？那肚子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围裙啊、哦，哎，做什么呢？请记住哦，你不要乱包哦，我们只要包这个样子哦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上次有人包这样啊，我觉得很奇怪哈、哦，就包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自己包一下来啊。哎，哦，对啊，这个呢，出去也叫不出去。这个呢，就是呢，我们呢、啊，等一下呢，要换装的整个流程哦。好，来。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的女生 ，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换装的这个过程。好，来直立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好。对，另外呢，我们这个布啊、哦，女生的话呢，哈，因为基本上呢，用到毛巾的几率呢，没那么的高哦，所以通常女生会怎么样？她都是这样擦，不能就是这样擦哦，所以呢，就必须呢，哈、哦，要有这样的这个武装。那男生因为啊，做的呢比较劳动，所以呢，来。我们的韩吉来，韩吉哥来，来，欢迎到前面来哈，来，快点，要精神一点呐、啊，嘿，来到前面来哈，好，我们的韩吉哥呢，男生就是我们这样男韩吉哥的配备，女生呢就是我们林志玲这样的配备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，等一下我们男生的配备就在这一边，女生的配备呢就在这一边。我们等一下穿好之后，我们再到这边来拍个照。拍好照之后的话呢，来跟各位小朋友大概讲一下。我们等一下下去的时候，斗笠一定要带下去。第二个，每一个人一定都要拿一条毛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，除了擦汗之外的话，如果哈、哦、你的小湿湿的话呢，那可以也可以拿来做什么？脚稍微把它擦一下。OK， 有没有问题？大林志玲来了。哦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大家开始动作来哈，来开始。